恭喜我们宽旗二重奏获得第二名。其实老师在后台就是这个事情疲惫了很久，三位老师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点，在后面几乎吵起来了，我们只好再请老师不停的讨论，所以两个团队都真的非常的优秀，希望明年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主舞台演出咯。Thank you.